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周峰为您带来的游戏实况。咱们今天继续来玩这个自杀男孩啊，我差点都忘了啊，这个还有个坑没填。来来来来来啊，我们看看已经打到了这个是哦第八关啊，第八关。我们上次是打完这个马里奥那一关，这是白金吧？这是哦，我们在一个灯塔上啊，灯塔上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白金，这边有一个台灯。说起来你可能不信啊，是他自己断的啊，别让我赔好吧。哎，这个灯泡就很明显了，是不是一看就放在这里的嘛。哦，让我们让这个灯塔射这个白金。别闹了，这个白金很难搞的，是不是啊？一旦你被这个白金这个吞噬掉啊，你的存在就会被世人所遗忘啊，这个世界上就相当于从来没有过你这么个人。哦，很可怕，很可怕的啊！哎，哦，这，那调皮啊，这个淘气啊，淘气！我射你，是不是？我要是你，我就忍不了啊，我就过来吃了这个人，知不知道啊？知不知道啊？我真忍不了，你这脾气真好啊！射你还跑了，啊！我错，不错，不错，我觉得再来一下我就可以死了啊！来，日我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吃掉我吧！他不来吃我吗？来吗，宝贝儿？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好多小鱼船儿搁这儿啊！但是鱼呢？白鲸呢？哦哦，我来吃我！啊！为什么还活着？这根本就不科学啊！哦，然后这个撞坏了是吗？撞坏了是吗？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灯泡就被射出来了，那怎么弄？还能把这个灯接回去是咋的？好好好好好，哎，操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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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射死你！来啊！啊！干我呀！啊啊！我跟你讲，你看我虽然长得比较肥啊，这个啊，我富含脂肪，口感特别好啊，比那种全是瘦肉啊，对，比那种全是瘦肉的家伙要美味的多啊！好了，那么我们死了一次啊，白鲸。然后下一个这是什么？这是嘛玩意儿 ？Hello neighbor， 我突然间想到那个游戏啊 ，Hello neighbor。哇，这谁他妈盖的房子？哇，这麦克玩的不行啊，这个上面有叉，所以说我估计我们是要到上面下来摔死。但是这个高度，我得爬他妈的多少层楼啊？啊，然后这边有路吗？这儿没有路啊，这儿没有路。然后，哎，我让我上去，旁边有一个不是很高的地方啊，有垫脚吗？哎，有垫脚。哦，那我就知道了啊。我们先把这个箱子挪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们就往上爬。我现在还在一楼啊，我的天，我现在还他妈的在一楼啊，这我得走他妈多远才能走他妈过去啊？啊，好嘞。接着爬啊，目测现在已经到了二楼了啊。哎，对于我这种人来说，这里有个箱子应该是要拿着了吧，应该是一会儿用啊。你知道对于我这种人来说就是什么啊，你让我爬这么高的楼等于是让我死啊。啊，我这个体格的人家还用摔死吗？累都累死的。哇哇，这个箱子是有弹力的还是 bug？ 我这个自从啊这个马里奥那一关之后啊，我就坚信这个游戏里有各种神神奇奇的 bug， 你知道吗？哈哈哈哈，我这个箱子弹力好大，好牛逼啊！啊！So easy 啊！我跟你讲，像我这种步步高啊，这个点读机啊，好吧，打火机啊，玩的特别溜的人啊，干什么那都是 so easy 的啊。这大概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左右啊，这个位置吧。好像差不多啊，差不多，因为从矮跳到高要近一点，从高跳到矮是可以远一点的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放在这个位置。哇，这感觉慢慢的就开始玩跑酷了呀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情况就朝我这个不擅长的这个方向去发展了呀。啊，我觉得啊，这个游戏啊做的非常的不严谨。啊，做得非常的不严谨。你说你作为一个胖子，对不对？
你梦到自己要跑步的时候就已经应该吓醒了，知道吗？这才是个严谨的游戏啊。这个胖子应该在看到这个楼的时候，意识到他要爬这个楼的时候，就已经可以把自己足够把自己吓醒了，那完全没有必要干这么长时间了。这儿先上去啊，先上去，这样这样我还可以接着上哦。这里哎跳上好啊，上好的，然后走哪边？这边应该是这边，小心小心啊，不要下去啊！这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里有一个果冻啊！啊哈哈，为人走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，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，有一个声音高喊着：“出来吧，给你自由！”我愤怒地回答道：“好的，没有问题啊。”这路走的对不对？蒙着吧，好像有好几条路这个感觉啊，说不定就会啊走错啊。走错了吗？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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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跳跃好酷啊。吓死我了，我差点要掉下去啊。好好、差不多了吧，太远了，累死了，我的天，我感觉我现在瘦的哇跟中国 boy 一样，我天。哎，这里应该是啊，好的好的啊，来看我给你们表演一个空中转体啊，360度尸体落地呀。我们再一次的从梦中醒来啊，这是哇，这是什么键盘侠之冠吗？键盘侠呀，我跟你讲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收音机啊，有了这么个称啊，我始终觉得就是怎么说键盘侠这个称呼嘛，不是很准确。哎，键盘键盘啊，来点一下，嗨，然后蓝屏，机箱着火，然后开始下雨，下完雨之后。这个机箱哇都不会被浇灭的，这么牛逼啊！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这地方，我们找个能移动的物件，这个能移动吗？好，可以啊，给老子补上。我刚才说什么？我就说，我觉得键盘侠这个名字啊，就有点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通常说是什么呢？是侠者以武犯禁，是吧？如以文乱法啊，这是常用说法，是吧？所以说你看这个键盘侠也不存在说以武犯禁的情况嘛，他应该是儒那一派的，所以应该叫键盘儒。哎呦我的个妈呀，这不是侏罗纪公园吗？啊哈哈 Dog the place don't 啊，对哦 T-Rex 哇，真的是这个侏罗纪啊，这是什么侏罗纪世界那个电影是吧？很明显我们要打破这个蛋吧，先把，哎呦，好几关都忘了捡这个东西了，好几关忘了捡，有什么可以按的吗？是什么 ？Start, egg, new, yes, egg, new, yes, and die, 那个哦，是啊，不懂啊，这个可以按吗？哈，滋，我们现在关键是要把这个蛋弄出来啊，啊，啊，哎，哪个是扔东西？啊，不对啊，我想把给它弄出来对吧？啊，好啊。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蛋，这个蛋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啊？是什么 start egg no no 红 no 绿 yes 什么，我觉得先让这个来嘛，要不我们给它来个全套吧，是不是？我们再给这个给他上个微波炉，不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给他烤着。哎哎，不用按不用按啊，
哦，中间有一个啊，在雷射，它怎么样能弄破呢？这里就这两个东西嘛，是吧？一个微波炉，一个雷射。哎，你倒是给老子上去啊！好啊，再来一下。我们看看每次这样用的话，它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啊？我觉得肯定是要打破这个蛋，然后激怒那个龙龙啊，激怒那个龙龙。哎，它中间这个瓤变大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哎，是变大了还是穿模型啊？这好像也不是中间的瓤变大了，好像只是穿模型而已啊。哎，哈哈，哎，这烤蛋啊！哇，你说这个龙如果已经孵出来一部分的话，我们去烤它，这属于烤毛蛋吗？这个毛蛋是恶心的点啊，虽然我吃过。哦，它肯定有一个内在的顺序，我没有搞明白啊，就是在微波炉，然后和那个像雷射一样的东西啊，然后像这个烤炉之间没有其他的东西吧，就是他们之间应该会有一个内在的顺序上的联系。哇，我都不知道它是怎么碎的啊！我真的不知道它是怎么样才能达成一个就是把它弄碎的这个条件，我就一直在反复的烧啊烧啊烧，然后就烧双这样了啊。然后来，父子团聚啊，母子团聚，哈哈哈哈，我是不是可以吃了？哎呦，恐龙这个真的是智商下线了，我到通关我也不知道到底它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情况啊，然后才让我们通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。这一关呢是澡盆啊，澡盆儿，盆也没有水，哇，这个在澡盆里面淹死吗？这个有点刺激了啊，有点刺激了。我们来看一看这边啊，这个房间好像没有什么东西，那我们去看看。哇，还有楼下，我跳去摔死不就完了吗？不行啊，这个胖子弹力比较大啊，弹力比较大啊。这有一个球，不知道有没有用，先丢外边。我们去楼下看一看。哎呦，我上一关玩的我头晕眼花的啊！我靠，你在逗我吧？啊，这一关用这么大吗？哎，电视。这个电视可以打开，但是搬不动啊，搬不动。哇，这个真的是厉害了，真的是厉害了啊！然后这里是什么？哇哦，这样像是一个哎，我为什么不能用电锯自杀呢？你给我解释一下呗。我想打开这个电锯，就这样割死我自己。他好像不让啊，扳手。扳手，开门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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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开开开开门呐。好，这个打不开啊，算了啊。这里是哦，这里需要一个钥匙啊，啊，钥匙在这儿。您家这钥匙摆放可是有一点随意啊，有点随意。啊，我懂了，扳手呢？我操了，扳手让我丢哪去了？扳手啊，在这儿，这。这要是卡模型出去的话，我就要重开了啊。这个游戏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小 bug 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嘎叽，哎呀，嘎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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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嘞，下一个啊，嘎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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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下一个啊，嘎叽嘎叽，我这拧偏了不都？这也能关上？哇，您真的是厉害了啊！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就可以满足。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是锁，这是锁，锁上面的那个销啊，这样呢，应该就可以满足我们淹死在澡盆里面的愿望了啊。但是借澡盆真的能淹死人吗？啊，这能淹死人吗？这是这个钮中间这个位置是澡盆的这样一个保护性质的东西啊，就是说属于不让澡盆的水溢出，所以说这个澡盆的水现在自动是排到下水道里的。那就很尴尬了啊！然后我就是说，说起来死在厕所里面，总会让我有一种感到想到这个死神来了的感觉啊！死神来了，那个厕所里好像是勒死的吧？是吧？勒死的，就是在浴室里一滑勒死的，勒死的还是电死的？
忘了啊。说到电死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，这也可以放水啊？哎，这地方放水能不能让把这淹了呢？这里很奇怪啊，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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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如果我们不能把自己淹死，可以考虑把自己电死啊，把自己电死，电死！我操，我真的不相信 Game Boy 漏的电能把人电死啊！这个电视机也拿不上去啊，那只能拿 Game Boy 试试了哈、我将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啊被 Game Boy 电死的人，哇，想想也是很刺激哟、哦。先蹲下来啊，然后怎么玩它？放电啊！哎，放电，放电！不行啊，等一下，我说这个东西应该不至于吧？啊，哇！这个东西要是能把人电死，我他妈就吃翔。这个我少说一个字，就是我想说的是，他能把我电死，我就吃这个南翔小笼包啊！对对对对，南翔小笼包啊！再玩一关吧。你说谁能想到这个每一关都有的玩意儿还能把人弄死呢？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啊。我觉得吧，应该是这样的啊，就是我们要上到这个上面去，然后用这个东西，这不有游戏吗？把我们压死啊，把我们压死。那我们需要从这个地方越过去吧？哎，这样铲车不是叉车能用吗？能用啊，能用。我觉得这里可以跳上去，知道吧？我因为我看到有个箱子，然后用箱子垫脚，跟叉车一配合啊，咱们应该就 OK 了。把叉车停个这儿啊，停在这儿。OK，Let's、okay, go， 看这能不能跑酷啊？哎呀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呦操！哎呀，好的啊，我吸呀，哇，灵活的，灵活的小胖子啊，灵活的小胖子啊，然后把这个箱子从这里边给它推下去，好的，我操，我以为卡 bug， 吓我一跳啊，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叉车啊给它开过来。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啊，然后把这个叉车啊顶到这边墙上来，好，然后下来，我们从这个箱子啊给我们垫个脚，然后跳到叉车上，跳到这个上，跳高，操不够，高度不够啊，哦，那边还有个箱子。这边还有个箱子啊，这样一来高度就够了嘛啊，高度就够了，嘿嘿嘿。哎，我们把这个箱子啊给它弄下来啊，给它弄下来。尼玛，哎，刚刚那个是个小误会啊，哎，走着，好嘞。然后我们应该得派出这个叉车出场啊，对不对？来，阿叉跟我走一趟，阿叉。啊，你等我会儿啊啊。你们俩我都爱啊，我都爱啊，我们先让阿叉过来啊，对，我就说这个叉车总要发挥叉车的作用嘛，对不对啊？来，阿叉，好的，哎呦我靠，这个叉的很彻底啊，很彻底，起，好，然后啊阿叉啊拐过来啊，好的，然后这不就行了吗？这不就，哇，你为何在抽搐？好，这不就行了吗？然后这里有个遥控器啊，一按，哎呦，可以拿下来了，那我就懂了，走，嗯，好，我再一次的苏醒过来了啊，玩到第几关了这是啊，玩到13关了啊，14关，下次玩14关吧，咱们这次呢就先玩到这个第13关啊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哦，这个游戏越来越有难度了啊，不像一开始那种很简单就能通关的感觉了啊。好，那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